哎，您好。哟，看您这精神状态真不错。还不错呢，还行吧。您高寿？76。76。属鸡的，1945年生人。哦，大妈，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？年轻时候工人，工厂的。哦，哪工厂？标准件。标准件。啊。哎呦，那这没听说过这个。没听说过。啊。是国对。国企，是您这工厂大概现在属于北京市。我跟你说吧，你看这火车了吗？啊，过去那螺丝了没有？啊，我生产螺丝，你生产螺母，哦，他生产垫，咱们三家都得配合好了。是，它是一个标准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就得精益求精。啊，反正是，这是啊，不能错了嘛，因为错了以后，它这螺丝跟螺母它。配不上了，反正就是你看起来像流水作业，但是它也不是马虎的。是，嗯，那您以前在工厂里，您是做什么？我是那个机修。哎呦，机械工人啊，就是钳工、修理铣工、刨工。哎呦，车工，我们是机加工。哎呦，那大妈，那您属于是技术活啊？哎呦，那时候不就是老家就认为有技术才进的铁工厂吗？是，那大妈基本上这个工作，基本上我都听说过男的做的多。我们这车间女的多，有那么几个男的就得配合着，因为什么？这个件儿你真搬不上去啊。是啊，所以就得用男同志，都不是那时候特团结。就没有说什么图钱呀什么的，那时候就一心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，真棒。我们没有那个什么中心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休息哦。说现在什么礼拜六礼拜天，那时候一个月都不见得休息一回，不但不休息还加班。哎呦，那等于是那会儿的需求量大。哎，那时候就是那时候。这就是特认真，我告诉你，工作，你想吧，有的东西它差一头发丝儿都不行。没错。你像我们那刨工这活儿，嗯，你这燕尾走下去以后，啊，你必须得拿那个千分尺量的，一点都不差。你不能装在这机上，这个尺寸不一样，它咯噔咯噔的，它不顺滑呀。是啊。你想想。那需要一定技术。那么您什么时间参加的工作呀？多大？我是65年参加工作的。那会儿您多大？不到20岁。哎呦，那您学徒3年嘛？是。学徒3年挣18块，后来是挣3年以后是挣26，我印象。嗯。26以后吧是35.5块。哎呦，我印象特清。嗯。哎，那时候工资特低。您那会儿几级工？那时候。嗯。哎，我们也没分几级工，好像。就是该调工资了，往上调一点就特高兴。是，也不知道几级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前方一停产，我们就得忙。是，我们这件儿上去以后，前方生产了，您才能下班。什么孩子饿不饿呀？那您都甭管，您就管这个，你根本就下不了班。特，哎呦，那时候我就想起来，反正就是特认真。是我估计我们那时候在工厂吃的苦，现在年轻的吃不了，跟您那会儿差远了。那这真吃不了。是，你说那时候吃什么呀？嗯，那时候也特困难。没错，就是弄点米饭啊，弄点这炒咸菜就不错。哎呦，是那时候是不是？是，要不现在咱们特知足。没错，不吃老了。嗯。国家管你有退休费。是啊，咱不说多富裕，撑不着饿不着，您这无忧无虑的多好。你们没经历过60年，那真是饿得前心贴后心。他们没经历过，没经历，没有经历啊。我们都经历了。嗯，你看我小时候啊，7、8岁时候赶上大跃进，是砸锅，收把个锅浇了啊。那时候他们年轻人没经过，你跟他们讲这他们都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大妈，您也是专业院校毕业之后？嗨，也不是，水平没那么高。哦，嗯，就专，我也初中毕业，高中毕业。高中毕业就算了。后来招的就是高中毕业，那帮还有查队回来的，哦，给安排工作的。是。还有是什么？你这单位还得要几个残疾人，得养着。没错，那时候是那样，他得免税嘛，残疾。对对，您他有指标，你不符合这指标也不行。是，
反正那时候就是您多大退的休呢？哎呦，我退休可早了，我们厂子一下马，下到那农村怀柔，那工厂不能不许不在城市嘛。是。最早我们这工厂就在这护城河边上。哎呦，好地方啊！哎呦，从这头到那头都是我们单位的。那挺大的呢。哎呦，这北厂南厂都连着。那得有几千人吧？没那么多人。嗯。其实那时候就是什么呀，属于市和区。是。那时候也就是上千人。哎呦，那算大企业了。啊。那对，嗯，也就这样。那您多大退的休呢？反正不到50岁，我因为什么呀？城市不让有铁工厂污染，嗯，就下放到农村了。哦，所以我们这帮人就都老的就退了，那您年轻的就买断了。哦，反正那个工龄不够30年。哦，那就是算什么呀？算下，就算下马，下你知道吗？是。那当时退休时您能拿多少钱？哎呦，当时退休时候还不到100块钱呢，98也不是90几，工龄就不到30年，嗯，现在拿4000多，哟，那还行。是 啊，那不够吃够喝的吗？您得拿4000几的，反正4000多，差点儿5000块钱。那可以啊，也就是这，不错了。不是不是这物价涨一回完了工资给你调一回，是调了多少次了？今年还涨了呢。对啊，今年对对对，没错，就盼着这好消息呢。是物价稳当一点，工资调一点，是对对对，咱们很知足。我们这一代你去打听去吧，都特知足，不求这个日子过得多富有，但是我们这个温饱问题绝对是挺不错的，没错。